老板，小智又迟到了。迟到就迟到嘛，这么慌张干什么？可是你表妹她又跟人吵起来了。走，带我过去看看。今天外头下大雪，我就迟到了几分钟。谁不是顶着大雪来的？就你会搞特殊。怎么回事？哥，他迟到了，扣他钱，他还不服气。老板，今天外面下大雪，路上不好走，我就迟到了。这样的天气我也晚到了，要不就这样算了吧。哥，怎么能算了呢？这样以后谁都迟到，怎么管理啊以后？好了，就算了吧，谁还没个迟到的时候呢？犯错误就得付出代价，不然要规矩干嘛？要不这样吧，阿姨，我呢给您两个选择，一是写一份检讨书，二是扣您的工资，您看怎么样呢？你哼什么哼？你们两个一样处理。哥，犯错误的是他，又不是我。行了，快去忙吧。小智他平时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吗？李总，不是我说闲话，自从你妹妹来当了经理以后啊，这公司都变了。哥，你找我呀？谁让你用这样的语气跟公司的员工说话的？哥，你还说呢？凭什么别人犯错，让我也跟着一起受罚呀？你别得理不饶人，你就不会犯错吗？况且，你比我更了解他们吗？错就错了，不用去解释。他们跟你不一样，他们一边要赚钱，一边要养家，他们的收入只有这么多，让你给扣了，他们全家怎么生活呀？那规定就是规定，我的不也被扣了吗？老板，检讨书我写好了。好，这个月的奖金翻倍，你们都辛苦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迟到不就才罚几十块钱吗？还真写了份检讨，真是小题大做。这位保洁阿姨，她小学都没有毕业，你知道她要写这份检讨有多困难吗？阿姨她一边又要工作挣钱，一边又要顾家，你又知道她的生活有多难吗？以后啊，公司的事不用你管了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啊，不是吧表哥？有时候啊，人心比规矩重要，但规矩不改，事在人为。你现在就回家给我反省。你是绑架的人，你绑了我的魂，困在其中却找不。哎，小伙子，你的钱掉了。谢谢你啊大叔。小伙子，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，把你吃的给我点了。哦，好，给。谢谢谢谢。闺女，有吃的了，来，爸给你打开。爸，这吃的是从哪里来的？您从小就教育我，不是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不能拿。你快吃吧，是一个好心小伙给的，你都饿了好几天了。来，爸喂你。姑娘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大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位小姑娘是？啊，这是我姑娘，小时候我在路边捡的，我怕她受委屈，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成家，本来我们过得好好的，可是一场意外就让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不能去打工了，只能靠捡垃圾生活。大叔，那您没有别的亲人了吗？没有了，我曾经过尝试着联系他的父母，可是也没有结果。现在只有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呀。我看小姑娘穿的校服，她应该还是个学生吧。可是她这个样子怎么去上学呢？我也没办法，别说给她治病了，上学连吃饭都解决不了。
好，大叔，我知道了，您在这儿等我一下。大叔，我这里呢有些吃的，您就拿着吧。谢谢你，小伙子。不客气，大叔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都不会喊痛，谢谢你，这一生有了你。谢谢你，在我需要。大叔，虽然你们现在过得很辛苦，但一定不要让小姑娘放弃她的学业，因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她的命运。这张卡里有20万，密码是后6位。如果不够的话，打名片里的电话。你要相信，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你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。加油！愿我多么多么希望去吻的谁，永不会老去，只得你。令到我沉醉。好，把文件准备好，我马上到公司。哎呀，哪来的臭乞丐呀，真晦气。哎，美女，你能不能积点德呀？你这样做还有良心吗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呀？我奉劝你一句，恶人终会有恶报的。我没时间在这听你们废话。今天呀，我要去谈一个大项目，我的项目呀，比你们的命都重要。去。哦，对了，忘了提醒你们了，小心他讹你呀，真是一个比一个傻。小姑娘，你是不是渴了？嗯。小姑娘，你是不是饿了呀？嗯。那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小王，你看好这位姑娘。好的，李总。来，快吃吧，慢点吃，小姑娘，不着急。来，喝口水。喂，我在公司楼下，临时有点事儿。这样，你安排两个人下来接一下这位小姑娘。好，就这样。小姑娘，我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小王，我们走吧。你们老板有没有点时间观念呢？我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，这合同还谈不谈了？李总好。小智，你先下去吧。哎，原来您就是李总啊，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啊。刚才的事情啊，都是误会，误会归误会，这合同该签还是得签呢。我也觉得刚才是个误会，但是这合同啊，该签还是得签。还是李总您爽快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预祝呀，咱们合作愉快。什么？解约合同？因为刚才在公司楼下的一件小事，才让我看清楚郭总您的人品，也才能够让我及时止损。李总，你可考虑清楚，我可是带着大项目来的。什么大项目、小项目？区区一个项目，对于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这个项目不是签不签的问题，是你不配。李总，要不这样吧，只要您今天答应把这个合同签了，楼下那个乞丐以后的衣食住行啊，你都包在我身上。之前的事情啊，咱们就当没有发生过。李总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瞧把你给吓的，
我刚才呀、只是给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。是是是，玩笑。那这个合同？合同？什么合同？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这人呢，从来不和陌生人开玩笑。李总，你可别后悔。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？刚才你在楼下踩的不是面包，是你的饭碗。你绑了我的魂，困在其中，却找不到指纹。